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深度节目。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唐纳德·特朗普在加州进行竞选活动的背后动机。尽管这个民主党的铁票仓几乎让他注定失败，为什么他会选择在这里展开攻势？许多人对此感到困惑，但我们将揭示他的战略意图。特朗普在二零二零年曾在加州创下共和党候选人最高得票记录，这意味着他在此拥有潜在的支持者基础，并且希望能激活这些支持者来助力其他关键州的选战。 此外，特朗普的加州之行也是一个吸引媒体注意的机会，尤其是在美国第二大媒体市场洛杉矶。不仅如此，筹款活动也在此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显示出加州仍然是一个资金的重要来源。特朗普可能还会挑衅加州的民主党州长加文·纽森，以此激励共和党选民。这一策略是否能奏效？而特朗普与加州的复杂关系也让这场竞选充满了戏剧性。 我们将深入分析这些因素，并探讨特朗普的行动将如何影响即将到来的选举。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在美国总统选举的紧张氛围中，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选择了一个看似不可能的战场——加州。这个以坚挺民主党支持而闻名的州，几乎每一位共和党候选人在这里的战绩都不佳。特朗普在二零二零年选举中在加州遭遇了惨重失败，然而他却毅然决定在这里展开激烈的竞选活动。 南华早报报道，特朗普此举在很多观察者看来似乎是一个不合常理的策略。毕竟，威斯康星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等关键摇摆州才是战局的焦点。尽管加州对特朗普而言是个不友好的战场，但他此行却有着重要的现实考量。在二零二零年的选举中，特朗普在加州获得了超过六百万张选票，创下了任何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该州的历史最高纪录。在一些更倾向于保守派的农村县，特朗普的得票率甚至超过了百分之七十。 这显示出，尽管整体形势不利，他在加州依然拥有一个庞大的支持者基础，而这支持者群体可以在更具竞争力的州如密歇根、宾夕法尼亚等地，通过电话拉票和捐款来影响选情。另一个吸引特朗普的因素是加州的媒体影响力。洛杉矶是美国的第二大媒体市场，特朗普的到访无疑将引发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他在此次行程中将加州的访问加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的拉美议员桌会议和亚利桑那州的集会之间。 在拉斯维加斯，特朗普称赞西班牙艺人充满活力，这是他争取拉美裔选民支持的战略之一。二零二零年，他在内华达和亚利桑那都以微弱差距输给了拜登。显然，特朗普在努力修复这些战场。加州的科切拉市以其一年一度的音乐节而闻名，但这次却迎来了特朗普的竞选集会。在接近三十八摄氏度的高温下，支持者们并不在意特朗普能否赢得加州，他们的热情是因为能够亲眼见到特朗普。 来自棕榈沙漠的汤姆·吉本斯自二零一六年以来就是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他在等待期间感慨：“这是志同道合者的聚会，大家都理解着美国的脉搏，体会到工人们所面临的困境，这让人感到安慰。”特朗普团队的前通讯主任的蒂姆·林伯格认为，特朗普此行的目的是激活加州的支持者。二零一六年，加州的志愿者们通过电话帮助特朗普在密歇根等关键州的选民拉票，这种积极的进攻性策略在他看来是在合适不过的。 此外，特朗普此行还包括筹款活动，科切拉的一场与特朗普合影的活动收费高达两万五千美元，而一次 VIP 体验则需五千美元。这种高价筹款活动显示了加州作为两党筹款重地的地位。对特朗普来说，加州不仅是竞选活动的舞台，也是他与加州民主党政治人物，包括州长加文·纽森继续较量的场所。共和党顾问的蒂姆·罗萨莱斯表示，挑衅加州及其州长是一个激励共和党选民的好策略。 纽森预测，特朗普将在集会上批评加州忽视其作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的成就。他指出，加州在过去十年中首次拥有比其他任何州更多的财富五百强公司。特朗普的批评无疑是为了刺激他的保守派支持者。加州的政治环境对特朗普并不友好，自一九八八年以来，共和党候选人未能在该州取得胜利。民主党注册选民数量几乎是共和党的两倍之多。加州曾是特朗普执政时期所谓“特朗普抵抗运动”的。 发源地，他经常将加州视为美国问题的缩影。在总统任期内，特朗普曾批评洛杉矶和旧金山的无家可归者危机，并威胁要进行联邦干预。在即将到来的活动中，特朗普可能会将加州的问题与民主党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联系起来，后者是旧金山湾区的本地人。特朗普此次在加州的竞选活动表明，他不只是为了争取选举人票，还想赢得普选票。加州的注册选民数量超过了其他四十九个州中四十六个州的总和，这显示出其战略意义。 前加州共和党主席的吉姆·布鲁特认为，特朗普的目标是在这个通常被认为是民主党稳固的州争取超过民主党对手的选票。加州共和党主席的杰西卡·米兰·帕特森称，他期待特朗普在集会上将他的议程与民主党白宫进行对比，特别是在安全和经济问题上，指责民主党政府让加州人变得不安全，口袋里的钱更少。 在一个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的政治环境中，特朗普的加州之行不仅是一次竞选策略的冒险，更是他对抗民主党控制的象征性战场的战役。在这个过程中，他试图激发支持者的热情，提高全国范围内的竞选影响力。无论最终结果如何，这场政治戏剧已经成功的吸引了全美的目光。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舒、谢琪琪。我是楚天舒，我是谢琪琪。特朗普在加州竞选是一个聪明的策略。虽然加州传统上是民主党的大本营，但这里也有大量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二零二零年，他在加州得到了超过六百万票，创下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记录。 加州的特朗普支持者可以为他在其他关键州助力，特别是在电话银行和志愿者活动中。<laughs> 楚天说，你这简直是为特朗普的旅游行程找借口。加州是民主党的堡垒，特朗普在这里竞选就像是在用叉子喝汤，浪费时间和资源。毕竟自1988年以来，共和党候选人就没有在加州获胜过，而民主党选民数量几乎是共和党的两倍。 他去加州不过是为了吸引媒体注意和筹款。没错，加州是民主党的领地，但特朗普这次的策略很可能是为了激励共和党选民，甚至影响到州内的国会选举。加州作为美国第二大媒体市场，特朗普的每一次露面都是对全国选民的一次宣传。 更何况，特朗普在加州的筹款活动非常成功，一张与他的合影就要价两万五千美元，这可不是小数目，足以帮助他在全国范围内筹集到更多竞选资金。哦，楚天舒，你说的好像特朗普能用这些钱买到选票似的。现实是，特朗普去加州主要是为了挑衅州长纽森，激发他那小部分狂热支持者的情绪。 纽森早就预料到特朗普会在集会上贬低加州，而忽视其作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的成就。特朗普对加州的批评更像是街头斗殴，而不是正经的竞选战略。特朗普的批评其实是对加州政府治理能力的挑战。他指出了无家可归问题和经济不平等。他的访问不仅仅是为了引发争议，更是为了强调他的政策与现任政府的不同。 激发支持者的热情是任何竞选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州的支持者在其他州的摇摆选区有可能发挥重要作用。西卡西，楚天舒，挑衅和抱怨可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特朗普的策略更像是在表演节目，而不是在制定政策。说到底，他在加州的行程只是为了维持自己的曝光率，借机筹款，获取短期的政治利益。 他清楚自己在这里没有胜算，所以只是在这里制造噪音，而不是实质性的争取选票。思想先驱报，成为有洞察力的人。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里奇博士主持。和平评点，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网友与六度 AI 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网友可以参与讨论，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 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